个公司要考虑到哪些领域啊？赚钱。这个宇宙。这个呢？啊。然后呢？稍微往后一点，这个是大的，小的，这是直径65厘米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小的大直径小白往后加一点，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大概在5000。啊，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，这个拿回去干嘛？哎呀，你看看嘞。这个图像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所有的图像都支持啊。他们赚回来有危险费。我天！在哪里呀、啊？比如说我现在拍一个就可以传递。我在大一在创业这边啊。我现在录像一个的。这个要是你能现场能卖了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商业。这个用来干嘛的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。我们不想你公司都管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给你展示出来。我们上海之前有广告，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封面，所有的 logo 全都。你们补车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带。那你买要怎么买啊？没有可能。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我们就来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。小朋友小心，不要往前看，小心点。玛丽亚。卖任何的产品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啥？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今天我们没有带货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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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啊，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就先加上。哎，我们如果 KTV 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选啊。厉害，这个很好，买了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